各位台湾乡亲，大家好，今天呢是我75岁的生日，我呢刚才早上呢做第一个做一个视频，我现在做第二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主要是对台湾同胞说几句话，我今天特别是我就，因为我跟马英九这个张亚中谈过一些我的观点，其中呢，张亚中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人物，在2014年吧，他来华府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就住在我们的旁边这个。亚总，这个我是通讲 Rio 它一个宾馆叫 Spring Hotel，就是春天宾馆，在那儿我们做了一个大概有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的一个谈话，就谈到了同心同国，我的观点，同心同国共建家园这么一个观点。后来他回去之后呢，我觉得哈。我们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些观点有和而不同的，然后他就提出一个一中统表，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统表，后来又一个提出一个统合论，这个我呢，后来在那个去2019年那个选举，就。是去年选举的党主席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那个，就是跨江而治、跨海而治，和平协议，说如果当选呢，最后就到北京去和，习近平主席呢、党主席呢签订意向书、和平意向书。我呢就发表了，就跟他讲了一下，这个东西不切实际啊。两岸关系啊，现在是兵凶战危，现在是你一个人的，你现在一个党，中国国民党，一个党，一个在野党，你即便是你是一个党主席，你说的话。又能起多大作用呢？你能扭转台湾的这个基本的民意，或者是那个决定那个未来这个战争的走向吗？不但是台湾的这个两岸关系，不但是两岸仅仅是两岸关系是的问题，这后面还有一个美国两党。国会，还有美国总统，在这里头也跟台湾问题息息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是言过其实，中无大用嘛。我当然我的话语重心长了，对张亚中来讲，可能作为一个校长，初中学生校长。做了很多的，一生做了很多的这个，为两岸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工作。毕竟是纸上谈兵了，他是也有很多的外事工作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从我中改革，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和我在中国，这个就是新中国就这个成长起来这么一个，台湾人我认为，两岸的政治不是那么简单的，国共合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台湾问题呀，最终来说，台湾问题的主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手里，但是以前没有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呢，人民也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唯一合法政府，这是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7/58决议的这个决议不接受。那么不接受呢？那这种不接受正好呢，就反映到美国这个，美国这个原来这个跟有对美国对台湾这个建交前的一个承诺，按照那个台湾关系法，就是在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之后，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蒋介石呢，就台湾关系呢，就建为内政关系，人民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从1979年到现在啊。台湾还有一个对中华民国的一个误解、误判，最大的误判，从蒋介石是清醒的，当时的周树楷，那个大使周树楷不清楚，他当时这个时候提出那个，中华民国退出，就是说27/58的，他提出一个双代表论啊，双代表论。这个就是这个，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的时候，这个双代表论的时候提案，关于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又称双重代表权案，就是提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中国的这个代表，双重代表，就是两个中国的这个论，那个提案，这个大会呢就否决了。通过了27/58决议给否决了，这个时候呢，周凯呢就提出来，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代表团退出联合国，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判断错误了。中华民国没有退出中华联合国宪章，依然还在联合国宪章23条这个基础上。最初的是蒋介石的代表，也就是说，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代表的台湾地区这个政权，或者叫做交战团体这么一个代表。那是不是政府呢？不是政府，不是概率论。概率论的为什么不说不是一个政府的概念？这又有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就是中华民国的英文这个简称，中华民国的简称是原来是 Republic of China，它这个但是呢，后来这个退出联合国以后呢，这个断中美就是台美断交以后呢，台北首任驻美代表叫夏功权，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在他的那个是那个代表处那个公车上啊，汽车上写上的那个 GRC，就是 German Republic of China。那么这个呢，遭到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呢，就把呢这个夏代表呢，夏功权呢，就叫到了国务院，然后就训话，你什么意思？他就解释了一个，他说一个，如果你要是在那个马，如果你要是用 GRC 呢，美国政府马上宣布你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他就解释了一个，God really care，上帝真的很在意，就是夏功权非常乖巧，解释为上帝很。真的 really care 很在意这个台湾，上帝很在意台湾，就是简称呢 GRC，所以这么样的
就俨然一笑啊，这么一个滑稽就过去了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台湾关系法呢，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叫这个中华民国的简称这个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还有一个单词啊，就是 secession 和那个 independence，这个台湾到底是 independence 是中华民国 independence 呢，还是谁？那个台湾还是 secession 啊，secession 啊，这个分离到底是分离主义的还是 independence 呢？啊，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 independence，中华民国它1911年就成立了，孙中山领导情况中就成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满清制，让它成立中华民国，那么。所以叫不台湾呢，不能叫 independence，应该叫做呢分离主义者分离。那台湾分中华民国分离出台湾，啊，这个就成了问题了。这个呢就成了美国啊，就美国南北战争，就 Civil War，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出现了这个南原来是美利坚合众国嘛，出现现在就像那个现在德克萨斯。要分离出从美国分离出来，这个叫分离主义者。分离主义者呢，就是secession 啊。那么这个就打林肯就打了一场仗，叫做南北战争。这个南北战争呢，就是美国战场上死人最多的就是南北战争。林肯呢就完就这场战争呢完就是通过这个战争呢。其中有个谢尔曼那个谢尔曼那个战亚特兰大，就是在亚特兰大那场战争是歼灭性战争，就和瓦那个马里乌波尔那个战争一样，就整个这个城原来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城市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后来这个城市就通过战争就整个就摧毁了，就像亚就变成一片废墟了，所以呢。这个叫歼灭性战争，啊，通过这几场那个大的战，就像乌克兰这个打的战争一样，后来这个在这个取得了这个林肯呢就取这个取得的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呢就是林肯呢 Memorial，这叫他挽救了国家的统一，美国的统一，所以后来。美国的国旗就多了这么一个，在国旗上就多了这么一句话：“One nation indivisible，啊，and justice for all。”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呢，美国不能够分裂，secession 就是用的这个单词，分离。现在台湾呢，蔡英文也好，那个李登辉提出来的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好，这都是分离主义者。从这个分离出来的，这个呢，美国政府，啊，台湾关系法也好，六项保证也好，是不支持台湾分离主义者的，那么这一点来讲呢，中华民国分离从中华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两个一边一国，这个分离主义的那个陈水扁呢？就提出来一边一国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台独的概念，是分离主义的概念，是美国绝对不会支持的。现在呢，美国现在是利用这个台湾现在这么，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这个分离主义者的这种情绪和意识形态，这个是不管你什么民主也好，法治也好。本质上你是分离主义者，美国是不支持的。所以，拜登啊，这个，特别是奥巴马这个时期呢，就对那个，对特朗普跟蔡英文打了一个电话，就提出了一个忠告，就是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核心问题。所以希望呢，特朗普，
在执政时候要注意这个，不要犯了纪，犯错可以，但不要犯纪。这个纪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国际法，违反了联合国的一个中国的规则。就像那个安东尼布林肯就说了，美国不要去犯这个规则，犯这个规则就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代表中华民国这个众怒了，就是一定会打起来，就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不二选择，打到底。这个是现在已经是明明白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我是1995年，我在给江泽民，那时候江泽民那个作为总书记写的一封信，提到了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国两制”啊，在台湾、在香港可以用，在台湾呢不可以用，因为台湾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中华民国这个定位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三个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三个原则不能够和平统一，这个不能够解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理论上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讲的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没有转过来，没有确认，谁来确认？联合国已经在这个联合国宪章就是确认，2758号决议就是确认，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的，这个就是法律的定位，就确认，可是没说清楚。那么台湾这个。这个搞这个分离，谁来决定这个分离呢？我们找的，就是说现在的博弈呢，就陷入了一个纳什困境、囚徒困境，这个就是一个陷阱，这就构成一个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要么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你是中华民国。这个不对，这个叫做零和博弈，不是的。要把这个蛋糕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就叫做一词一笔。这个叫我给1998年又给江泽民写的一封信，叫做《同心同国，共建家园》。然后呢，依法治国，这个和平统一。后来因为陈水扁说和平统合，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给合起来，意思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两个人合二为一，不是的。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同一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法律概念，我今天呢先给台湾人民讲清楚，然后我给北京再讲。北京说呢，我今天这个先做这个事情呢，我就因为我拿到一个，我给马英九写过，就是在马英九执政8年当中啊，我平均每一个月。有一封到两封信 email 跟马英九和吴敦义保持联系，特别是关于九二共识国共谈判还有核电
核电的核的清洁能源呢、等等，我把美国的消息啊都跟他汇报，向他请教啊，然后那个马英九呢也很谦虚啊，一直呢跟我也有回复。这个是我拿的一封信呢，就是当年我给马英九写的信的题目的开头就是同心同国新民，要同心同国在新民。天下为公保卫的卫，公权力，啊，这个叫的。然后呢，我就说呢，政治人物啊，一定要活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更要活在历史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还2008年我去见马英九的时候，我给他留了一封信啊，留了感谢他在汶川大地震当中啊，因为我在四川德阳中学啊，后来我到了那个，我是原来德阳中学的中学生嘛，然后我那个也在地震后我也到了汶川去考察啊，然后那个大禹治水的地方嘛啊，然后我也在灾后重建也做些调查，同时呢，我也写了一封信，感谢啊，看到了。台湾那个在那个支援汶川的带队的那个叫做原来台北市副市长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在台湾那个救护队在抗震救灾当中的一些的表现，所以感激他，我就做了一个旗帜，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叫同心同国反毒促统的一个旗帜。2008年7月4号，我给马英九送去。这个旗帜就是这么一个旗帜，就上面有中国，就按照那个这个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然后加上平红旗，我就把它合二为一了，不是统合，而是合二为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的名称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这个问题我就给它做了这么一个旗帜，我也给马英九送去了这么一个旗子和附带的说明，也有信。那么，我也把这个倡议和想法呢，提交给了国务院国台办。那个当时呢是2008年的时候是胡锦涛了，胡锦涛那个胡锦涛的那个国台办主任应该是谁啊？那个，你交给他们就，没有回音，没有回音，我不在乎有没有回音，因为我把我的想 idea 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之后，他们采纳也好，不采纳也好，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也是仅供参考嘛，不枉人之，那么我有很多信，这个我就想不想念了。我们要务实自重嘛，自己要把自己看准自己的。咱们这个，我现在跟那个台湾同胞兄弟姐妹，今天因为大家都是台湾人我就谈一下我在台湾这个，我在大陆这个成长过程简单，我刚才这个说过一下，我父亲是1946年从那个在那个大陆的滇缅公路上那个，这个。中国那个中国远征军，然后，战争的之后呢，退伍了以后，结婚，在天津去结婚，我和我母亲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到了台湾，就有朋友来介绍了台湾，然后呢，我呢，我你像我岳母我岳父都在台湾，那个这个一大家子都在台湾。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原来我父亲呢，一开始去的时候在台北工业职业学校做教导主任，后来经别人朋友介绍呢，引荐到那个，因为外语比较好，因为曾经在1945年罗斯福去世的时候，曾经代表这个国军，就是印度的加尔各答的远征军，做了一个 speech 的罗斯福的总统那个。追悼会上做一个 speech，就是追悼词，
所以呢，当时呢，因为当时我父亲在联大也好，在那个也好，带着抗战那个军需物资，每一个车队啊，他带着个连队啊，就浩浩荡荡到了，通过那昆明市，进入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所以呢，大家就像那个英雄一样，就像很大家就像跟看着英雄很羡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年轻风流倜傥的那么一个连长吧，所以呢，我父亲呢后来就到了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到了那个叫省长叫什么呢？为那我记性不好就算了，做了一个进出口科的科长。大家知道这搞那个进出口物资这个科长，那管进出口在台湾管这个进出口科的，从美国的进出口科长，这个职位可真是一个肥缺呀！如果现在来讲，就像现在搞这个，就像我们不敢说是邓正中这样的一个角色，至少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中美这个贸易这个接洽这个接受这个物资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括1947年二八事件的时候，在这个美国在台湾的担任这么一个角色，那个时候呢，台湾也看到了台湾这个政局的混乱，二八事件之后这个族群矛盾啊，地方和外省矛盾啊，这个尖锐。边缘化，对，再加上地下党的一些那个工作这个也是，就我父亲呢，就动了这个心思，就离开台湾这个心思了。我那个姨父呢叫张光直，后来他们也离开台湾，他们到了美国。我父亲呢是因为在地下党里面穿着，就到了48年49年。就到了上海，从基隆那个上船，就到了上海，然后就把这个我父亲的档案资料送到了中组部，因为有这个地下党的推荐信和这个保函，还有那个人才嘛，就算是台湾的人才，就被启用了。因为1949年10月份，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派到了东北机械局。工作，给这工作就是恢复这个东北的建设，就新中国的建设，所以我父亲呢，就在这里呢，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基础建设，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是国有企业生产科副科长，实际上就是科长。就是说，在这个科长呢，一般来讲，就像党委书记是一定要共产党或者把那个共产党或者这个做正科长。我跟你是副科长，毕竟是从台湾来的，要有一个审查。我就说，所以将来台湾和大陆和这个统一以后，台湾人在大陆里头，不可能当政治。不可能，不要去想做政治，好好的适应一下，经过接受人民的一个检，这个过程呢，就是将来统一的过程。但是后来，文化这个1957年以后啊，就整风反右。现在不是习近平也在号召大家给这个提意见嘛，开放整风，欢迎大家全通过网站给共产党、给中国的建设提公开言论嘛，就让大家畅所欲言嘛，这个和57年那个大明大放啊，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个时候开始差不多，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也是这样，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就让大家呢引蛇出洞。提了很多，有些我父亲呢没有那么激动，
因为我父亲毕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知道这里头情况也比较复杂，就没有在这个大自爆、大辩论、大评论啊，展示自己的出风头。所以呢，我父亲呢，整风反右就很轻松就过来了，这是一劫啊，连那个朱镕基都没有躲过这一劫啊。你不要说其他人了，还有我那个叫的，我母亲是老这个女的，我母亲有个哥哥，他是女孩里边的老大，还有一个女孩里的老二，他还是那个原来的新四军里面的李春林啊，他的先生也是个知识分子，啊，很稳重的一个知识分子，结果呢就在这个。整风反右就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就到农村去。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工作，往这个移啊，然后呢，然后就打到，就是打成右派，然后到银川那个宁夏去工作了。未来的统一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不敢说。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更加艰苦一些啊！大家知道，政治斗争呢不断的升级，从57年58年这个整风反右以后，有大跃进，然后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就提倡工农兵啊，或者是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个工农干部就出身就地位就上升了。我父亲呢，作为台湾起义人员呢。就地位就每况愈下，将来这个就像在中国，中国人在美国来讲呢，如果中美关系好，这个关系就会紧密一些啊，这个就会你就会钱学森啊这些那个钱三强啊这些都会动用，都那个时候在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讲很看得重的，但是中美一紧张，包括日本人在抗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就被限制起来，被管制起来了。这个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义的，因为日本的侨民呢，就是日本人的间谍，全部都是。现在包括为什么现在，在大陆那个有一种有一股反日这个情绪呢，就是日本的在上海的开办学校，搞这个。日本风情街搞这个，日本人在中国的学文化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和清将来如果一旦中国和日本再重新开战，每一个让这样的啊，经过在中国里培训的这些日本人都是间谍。美国当时为什么？当时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樱花节啊，美国和日本来讲，当时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在美国这个。各个地方有很多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也是充当了间谍一个工作，间接的就是间谍。所以说啊，如果一旦两岸开战，如果一旦有的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台湾人就本身就带有一个问号，啊，政治的一个可疑性。你鼓吹啊中华民国的人，那么就和共产党就不是一条心，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就打上了反动的烙印。这个是一个国际，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欧洲这个那个为什么把那个犹太人当成那个清理啊，整个种族清洗啊，乌克兰也好什么，为什么把这个？俄罗斯人那个也做了清洗，这个民粹啊，民粹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一个特殊化。我今天讲这个呢，是讲我的历史，我经过的历史，将来也是台湾人可能会面对的历史。因为台湾不是你台湾人想不同、想维持现状，现状就是战争现状，现状就。现状就是战争尚未统一，这个两岸关系条例就是两
就是维持现状。马英九提出一个维持现状，我就说你这个维持现状就是维持战争现状，没就是这个叫没解决问题，没谈清楚，将来是要秋后算账的。所以呢，当然我这个时候已经我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我在跟马英九这个能做出这个来，我在大陆还不敢呢。能提出这个，我就像我今天提出让台湾人呢到美国来，共同建设美国家园一样，因为我是先行者，我认为美国的条件比台湾好多了。人往高处走嘛，就36计走为上计。我今天这个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跟马英九啊、张亚中啊、雷倩啊，因为雷倩跟赵少康我们在广州见了一面，广州是在怎么见了一面呢？广州2005年，连战带着团呢访问大陆，去了西安，这个穆聿明呢就带着新党，对，71个人嘛，就到了广州的黄花岗。黄花岗就是我呢就在深圳，我在一个深圳，我一大早呢就坐那个到广州的直通车，就到了黄浦那个就叫做黄浦那个黄花岗，就等着这个穆聿明等着他们那个浩气长存嘛，就等着他们就过来，雷倩就在里面，这个赵少康啊，还有很多人呢。我现在看那个脸，这照片都是，但是你们，我记不住你们各位的名字，但是你们一定能记到我。为什么我说一定会，雷倩一定会记住我呢？因为我在那里喊了一个"同心同国，共建家园，和平统一"啊，国家的和平统一，这个，天下为公嘛，天下为公。他们以为我是天下孙中山那个天下为公，我是天下为公啊，因为那个时候陈水扁呢提出一个天下为公，就围那个包围的围，我就改了一个包围的围改成一个保卫的卫，保卫这个天下这个这个公权力就是保卫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个就不说过去的历史了。这个呢，我就是2005年，雷倩，赵少康，我点名赵少康，穆聿明，你们如果你们记忆力还清楚的话，就一定不会忘记我。虽然你们当时记不住我当时的什么形象，但是当时见报了，这个我做的手术属于见报了，你们可以去查这个报上有我这个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Ask you, what are we are our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我做了哪些事情？我今天给我为台湾人民做了哪些事情？特别是那个核电站的时候，我就给把我们这里关于就是美国关于日本的那个福岛核电站的泄漏这个情况做了报告，全部。如实的，有图文并茂，那个资料都给了马英九。我支持马英九发展核电，因为台湾不发展核电，缺电的现象解决不了生产力的这个问题。今天的现在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电价飞涨，对不对？那么你们不要忘记大海在这当时是如何奉劝马英九的，马英九也会。马英九比我还年轻，我相信他头脑也清醒。马英九和我呢有分歧的地方，就是我提出了一个分法，就这个权力的这个分法，台湾是没有主权的呀，中华民国的主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100%的不在台湾呢。
华民国的主权100%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手里。所以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100%有这个权利，随时可以征服，就解按照国内法来征服，叫做 province， 就叫征服，叫征服台湾，这是可以的呀。但是邓小平提出一个和平解决争端，可是蒋介石也好，那个蒋经国也好，他认为他是正统，他是中华民国的正统，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蒋介石在战场上没有达到大陆的，在掌握着大陆的这个统治权，你就没有权利去代表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那个时候几十个省吧，啊，你现在只剩一个台湾这么一个岛了，你怎么还在强调你是正统呢？就像个流亡政府一样嘛。所以你代表的只是台湾这个当时1800万人，所以呢，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但是呢，大陆毛泽东还看得起你，曾经是过去时了，这个时效性已经过去了。那么另外呢，蒋经国呢还抱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现在就提出民和，就是民族大融合。民心从立心求真，做新民，大道执行在新民，重新做人，啊，重新两岸大家一起兄弟一家人，那叫民心民利，啊，把就是为什么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事继绝学，啊，为为天下开太平，就是一个大共和的意思，就是天下人立心。这个叫做四信。我在横渠公社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的红军官叫张仔就叫张红渠，我就在张红渠的家乡里，就像西安连战在西安那个出生的一样，我就在那里下乡了，秦岭山下。今天我给台湾人民讲清楚，我讲的是肺腑之言，36计走为上。我给台积电也奉劝一句，把台积电的全部的产业链移到美国来。我并不是对台，如果大陆会说我是卖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叫做平衡。你因为带着台积电，你现在还有台积电还有价值，你还能卖得起钱来。现在是台积电是卖的最好的，你叫靖国深山也好，是台湾最好的一个代名词，你可以卖得出价的好价钱来。当你变成了一个那个石斑鱼的时候，就卖不出价钱了。因为人都有这个人都有啊，这个你过了这个太阳，对呀，这就有时这个你要知道，人都是有走下坡路，台积电也会走下坡路，花无百日红啊，对吧？好景不常在，你今天现在走，现在带着台湾人走，你是一个火车头。我今天就是用我这个肺腑之言啊，我跟马英九说，朱立伦到美国来说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哎，我觉得这句话口号是对的。我觉得朱立伦江启臣不是也要来叫县中心吗？投名状吗？啊，蔡英文这也是在这儿。邓正中和那个戴奇是台湾人啊，但是你们没看到，这是表象啊，不要在那赖着台湾不走，就像赖着胡宗南那个围攻台延安一样，你不能赖着延安不走，你不运动战，所以我今天呢，为什么我今天早晨呢，给我家人做了一个后事的安排，啊，我因为我前两天我那个台湾的朋友叫张明门 George 张，他唱歌唱的挺好的，啊，他去世了，突然心脏病去世了，我的心脏也不好，我有两个支架，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因为我这个
废寝忘食的，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一天我就走了。所以我今天呢，我说的话呢，肺腑之言。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今天生日来着，说的是大实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呢，我就因为什么？马英九，张亚中，起码了解我。其实呢，蔡英文、陈水扁也是很了解我。2001年我就给他写的这个，写的那个同心同，这个是2001年写的同心同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还策划了陈水扁到湖南的炎帝陵一个那个祭悼炎帝陵的活动呢，一个大的活动呢，花了很多钱呢，整个公司后来为这个事情垮了。我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为陈水扁那个访问那个湖南。做这么一个策划了这么一个活动，我把这个策划书可以将来给这个台给这个给这个留给谁呢？留给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我给这个学校留下来。当时是策划了这么一个活动的，给陈水扁策划了这么一个访问大陆这个炎帝陵这么一个祭祖活动的。今天呢，我在生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75岁了，我做的时间，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舞台，就是表现的一个舞台，效率是生命，我有做效率公平，有些人呢是我是明明知道不会成功，但我要去说，就像我现在给特朗普给那个奥巴马给拜登出这个主意。把台湾还给中国大陆，换得一个新的一个筹码，取了一个，你把台湾交给大陆以后，台湾人可以更平安的，你就等于把台湾人2300万人平安的送到了，接到了这个美国来，因为什么？我把这个台湾的主权给你，这叫和平谈判，这叫外交手段。大家想一想，我把这个主权给你，你要的大头，你要。要仁得仁，要忠得忠，我要独得独。我现在要独立，我的这个我分离开，我真正分离开台湾了，那个 secession，我真正从离开台湾，就来到哪里？来到美国，重建家园，这个家园是 American，sanctity，你从台湾的西，台湾海到了这边的佛罗里达、加勒比海。这个呢，是给从台湾那个兵凶战乱的躲避兵凶战乱那个是非之地，到美国这个现在美国正需要这么台湾这样的一个先进的生产力，等大陆起来了，你台湾的就是你台湾这个台积电将来的一个花落花落和花开两个来，你花落的时候，你等着你卖不出钱的时候，你再来到美国来。那不就成了落日黄昏了吗？所以我在跟你讲，你现在正是花好月圆的时候，台湾人要看得起自己，掂得起自己的分量。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在美国生活的非常自由，非常开心。我为什么我死了以后，我安排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弗吉尼亚，我的目的也蛮好的。我为什么不我在那个大陆？我父母都在大陆，我为什么不还？哪里黄土不埋？我为什么不去落叶归根？我在那个贵州上当受骗，那个买的那个墓地，不说了。你把黄土哪是那个天下哪里黄土不埋人呢？我认为我留在美国，这个美国这块土地原来也是中国人，印第安人就中国人开垦的这个土地，印第安人嘛。印第安人所以美国也是中国的一个老祖宗的土地啊。我们为什么哪里还要高高兴兴的，把台湾的资产卖掉？我是台湾人，我是蔡英文，我就是这么干，我不绝不去守着一个地方，你就像你守着
马里乌波尔，你守得住吗？啊，台湾你守，你任何一个炮队，你买了那么多武器，你守得住台湾吗？你军舰也好，台湾人也好，那不都是一片马力吗？都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一旦开战，就不分前线后方，就何必我们去做这种？在你是个聪明人的话，就看得起，不要要看得清这个事情，不要把2300万人往水深火热的战场上推。这就是马英九、蔡英文不谈了，就是跟大陆不去谈这个事情，就谈我怎么走吧。因为我既然我已经说过走，我既然我就走吧，这个事情也不说投降不投降，我就准备这个放弃这个地方，我就胜利大转移，不要等到那个现在转移呢叫做见微知著，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智者，鉴于为民，就上兵伐谋啊，其次伐交。你现在是伐，其下攻城。你不要等到攻城的时候，你才想起我蔡英文我怎么逃跑的路线。这个是下下策。现在呢，就是要上上策，就现在趁着现在说和美国谈，而不是转过来和大陆谈。大陆谈。也要谈，但是先和美国谈。美国现在你不谈，美国也要把你当成棋子去和大陆谈。就怎么样子我把台湾这个主权交给你，土地交给你，因为第一岛链现在已经失去了。你看呢？过去在10年前，这第一岛链还能够起到一个攻击大陆的一个前线，叫第一线第一岛链。现在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日本红军和日本美军为什么要撤到关岛呢？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在大陆的这个炮火之内。人家说和平在哪里？这个炮火之内才有和平。这枪炮的在，就是台湾已经在导弹的射程之内。已经不存在，就是顽腐之下，这叫侵韬顽韬之下，岂有完卵，是吧？你怎么能够保得住呢？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你来了有什么用呢？一个美国再愚蠢的一个军，那个国防部自己往你枪口上放，航空母舰，你11艘航空母舰跑到台湾海峡来，一样是活棺材。台湾就是台独和这个。这个是棺材废墟啊！你何必等到变成废墟说再走呢？你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是吧？你留得青山在，你到美国另辟蹊径，你发展美，你在美国的，你现在是美国的一个，咱们不说什么，人把你当成人才，当成新的生产力，当成是你生产芯片。能够为美国创造价值的一个，看得起你这么是一个宝贝。等到你家破人亡，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流离失所，你就变成难民的时候，你还卖得出几个价钱来？你等到蔡英文到时候把那打的把台湾打得鸡飞蛋打，你那武器也拿不出来什么？你现在都可以完整的整体搬迁，就像三峡搬迁一样。我呢，长话短说，我是75岁的人，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像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几个小年轻，时代力量那些小年轻，听他们咋呼，那不是把台湾人民往死里火海里拖吗？所以呢，如果我能够下一步，我就说服奥巴马作为一个新的那个基辛格，充当这个在两岸之间穿插引线，成为一个新的基辛格，他去和
啊，7月份这个独立日以后去到中国和北京去谈，也另外也要说服，我也要说服拜登，把台湾放了，把台湾这个手松一把，手松一把，这个就冤家路窄啊！你现在路窄，结果现在撞车了，我把台湾这个主权送给大陆，让中国大陆去统一，他就没有战争的这个，对他反过来对感恩戴德。对拜登也好，感恩戴德；对特朗普、对奥巴马也好，感恩戴德。你如果拜登你不愿意这么干，等到川普来了，我也会和川普、特朗普再继续这么干。我不管你是共和党、民主党，我都知道，因为这是保护啊美国最大利益最大化，保护台湾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唯一的正确选择、最佳选择。民族，我是搞这个误差分析的啊，就像导弹一样，你误差，它导弹飞行它就像你误差跟踪是怎么跟踪？它往偏左偏右，你就要调整你的误差，你始终都是偏右不行，始终偏左也不行，啊，始终是鸽派不行，始终是鹰派也不行，这叫调整，然后才能机动。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中国大陆的现在的反导。中断反导这个技术超过美国，这里面有很多是我的同学，西北大学的同学，我们是搞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的，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的学生啊，学理工科的不到1/3，而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就是培养了大批的理工科学员。在理性思维这个逻辑方面呢，超过美国，所以美国现在的导弹跟踪技术不行，就要从大陆去引进这样的人才。你现在包括台湾的数学，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那个数学竞赛的比赛的时候不一定比大陆强，但是台湾人呢我认为比台湾的数学一定比美国好，你到。在台湾这一般的学生到美国来成为优秀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希望台湾的学生带着中国的文化到美国来，就变成一个佼佼者，就变成个优等生，你的前途无量。所以美国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美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想啊，我今天这个生日的谈话，我今天又谈的有点多了，我今天就谈到这里。我给马英九呢，啊，也我这个视频呢，也给马英九，也给国民党，也给蔡英文，你们大家都听听，都反复的想一想，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等哪一天我真的是不在了，你们回过头来再去看我，啊，2007年写的，2008年去见马英九写的这些信，啊，还有我给，反过头来我给陈水扁，啊，2000年写的信。2000年写的给那个给蔡英文，啊，就是蔡英文写的那个搞公投时候写的信，机会，那个信，这些呢，我都保留着，将来都给，华盛顿大学，就叫乔治华盛顿大学，这里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这个是叫乔治敦仁大楼，华盛顿仁大楼，所以我就给他，我也是新的华盛顿人，我就跟大家。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今天我就告一段，我下面还要做三个视频，给民主党做一个视频，给共和党做一个视频，啊，给共产党再做一个视频。好，谢谢大家。啊，Happy Birthday to me！